人间神奇净土香格里拉，静谧湖水，翠绿草原，世人的梦想境地，到雄伟古市赚金祈福。哎，来到迪士尼呢，你一定要来赚这个金桶，因为这个金桶呢是全世界最大的赚金桶。藏人神秘生死功课，往生肉体千瓜万朵，施舍秃鹫通往天堂之路。先把头皮掉，砍掉了以后肉丢给那些鸟了。神秘天葬台，藏族灵魂归所，天葬台独家募集。崎岖难行，滇藏公路海拔3500公尺以上，无敌超级美景，令世人赞叹。这个金沙江呢，流经了这里之后呢，形成了180度的一个大转弯哈，所以呢，这边又被称为月亮湾。雪山之神太子石山峰壮阔奇景绵延千里，勇闯梅里雪山，看尽绝世美景。我们要去的这个梅里雪山呢，非常非常的惊险，因为很多登山客呢，到那边呢都没有办法再下来了。一座受到藏民敬仰的神山，一座有着神奇力量的雪山，是什么超自然力量让世人无法登上卡瓦格博峰？很多人死在这边，对，为什么？他就是生气了，生气就是雨，马上就雨下来了，就会下雨，就是下雨暴雨。赶紧跟着中国大体验廖庆学的脚步，前往人间神奇净土云南香格里拉，找寻最不可思议的美丽地平线，一探世界最美丽的神山卡瓦格博峰。